这边是跟真实翻脸吗？不是，这边要逃出吧？逃出去？对啊，我记得这边是跟真实翻脸的，就是Cortana会出来骂他。好像是。哎，对了，刚好Cortana刚刚就一直待在这里，所以刚刚从头到尾都没有他的声音。不幸的是，我对这项行动的贡献只能到此为止了。电脑规则不允许我这种等级的单位执行索引器与核心重新结合这种重要工作。这个最后的步骤是留给你的，改造人。他叫我改造人，真可爱。奇怪，应该不会这样的。不是吗？哦、oh? ，Cortana。过去12个小时里，我一直窝在这里面注视着你的。原来我们玩了那么久，12个小时。玩意儿想干掉我们。等一等，他是我们这边的。哦、oh? ，我怎么看不出来？他是你的伙伴是吗？你的好朋友？你知道这个杂碎差点让你做了什么吗？知道。启动 Hello 的防卫，摧毁虫族，这就是我们把索引器带来控制中心的理由。就是这个。这个组件在核心里面，简直不能相信！去你的！我骂脏话！天哪！我应该好好修理你一顿。你有那个本事吗？你是听英文还是中文？我要，没有，我没有声音。索引器在我手上，你只有干瞪眼的份。够了没？那小屁孩吵架。虫族正在扩散，如果我们启动黑洞的防卫，我们可以把他们彻底消灭。你还没搞清楚这个环状带怎么运作，对不对？先驱者为什么要建造它？黑楼不会消灭虫族，是消灭他们的食物。不管是人类还是星盟，我们都同样是食物。唯一能够阻止虫灾的方法，就是把他们饿死。这正是黑楼要执行的工作，消灭银河系一切有意识的生命。你不相信我？问问他。哎，同次版的士官长身上有新 USC。差不多，就技术上而言，这个装置的外出最大有效半径是25000光年。要是其他人也有量血量，这个银河系就不会再有生命了。至少没有任何具备足够生物质量的生命去供养虫族。所以 Hello 是可以直接打掉整个银河系，让虫子没有东西可以吃。他故意漏掉一些小细节，是吗？一个 Halo 可以打一个银河系，总共有7个呢。士官长，我侦测到有活动。对你已经做了的事，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我们必须离开，马上。上次你曾经问我，如果让我选择，我会做吗？经过这段时间考虑之后，我的回答仍然没变，别无选择。我们必须启动环状带。快把我们弄出去！如果你不愿意帮忙，我只好找别人。但是我一定要这个索引器，把这个组件给我，不然我只好自己动手了。那是不可能的。随你便，留住他的头，把其他部分处理掉。那叫那小飞有圣诞防卫者打我们。小心！啊、跳出！跳出！跳出！小心！哦，谁？反正抢我怪、啊，伸向宇宙魔宠。不能让引导者启动黑楼，必须阻止他，必须摧毁黑楼。依照我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我认为最佳的行动方案有点冒险。足够强度的爆炸可以使环状带失去稳定，并且会切断一些主要系统。问题是，我们必须触发一次大规模的爆炸，
新进的融合反应炉在接近临界时可以作为这种用途。我要搜寻一下西蒙站的网络上留下来的资料，看看能不能找到秋风之敦号的坠毁地点。如果这艘战舰的融合反应炉没有什么大毛病的话，我们可以用它来摧毁。没电了，换枪。没电了。我还没有找到坠毁地点，但是我们必须争取一点时间，防止引导者或者他的圣堂防卫者找到不需要索引器启动 Halo 终极武器的方法。这些峡谷中的机械装置是 Halo 的主要发射机制，它们是由三个脉冲产生器组成的，用来放大 Halo 的信号，并且发射到深远的太空里。它的威力巨大无比，有手枪你要吗？计算这种脉冲的射程。我在这个楼梯。所以假如我破坏或者摧毁这些产生器，引导者必须先修复它们，然后才能使用 Halo， 这样可以为我们争取一点时间。我要用导航点标出最近的脉冲产生器位置，我们必须进去瘫痪这个装置。又有手枪。看就是发太少。我直接跳下去自杀一下，不行啊！你后面，靠飞，这样没打中。剩两格血，剩两格，啊，太强了。这边要往下，好死了。好，你去死。好，去捡你的装。我有重复枪了。哎，干！可死掉还有好枪。他要怎么上去？17号。先往下走。好，哦，在下面，下面有要钞票。要。哎呦，靠背哦！哎呀 ，miss， 拍子。剩两发，看到妖姬了。什么声音？哦，他的枪卡 bug。哦，碎了。修修 ，Hello， 好。爆炸！左边，喂喂，鸡掰 ！What happened？ 这边超多手榴弹的。下去，哎，这边有那个医疗包，哎，还有那个哎火箭筒，这边有火箭筒可以拿。干，傻笑，把冲锋枪给我了。干，等等，
我们应该弄一艘那种妖姬号，我们要用它才能及时赶到脉冲产生器。妈的，没事，打中。靠北汪汪号，鸡巴！哎，你的火箭筒，来一下，靠近一点再打。我靠，剩一滴血，这小。吃那个古包。跑掉了。爆了哈！哎，这有虫族的尸体耶。哎，那只精英是金色的耶。怎么炸到啊？看那子弹。好了，开始行动。导航点标出了我们的目标。这个难开哦，超难开的。你看那个手榴弹那个箭，应该是丢燃料炮。对，右键，我的是右键。哇、哦，这么方便哦。嗯。哎，往后拉是可以哦。你看一代是这样开哦，往后拉它会悬空。哎，你要先哦，等你进来，不然等下你的那个药剂要被传送，不是被掉下去。是脉冲产生器，它的中央核心是个信号放大器，我不知道打是靠近它吧。我们必须拦截脉冲产生器的能量流。我已经调整好走到能量是。对对对，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啊，不用打。目标达成，脉冲产生器已经超过负荷，扫描中。敌人来了。做得好，产生器的中央核心已经离线。真真真。我。他没子弹，血。我也没子弹了，我靠！吸出来。第二个脉冲产生器是在这边有一把那个出发吧，那个叫什么？我们靠近一点，我会用导航点标示目标。先闪。接下来去哪？这里这里。我有燃料炮。过那道门，那是通到隔壁峡谷的路。你听好了吗？听好了。啊，听好了。把你的标记要砸掉。不可以，那我等下讲你的。哇，爽了！
哎呦，手榴弹！好的，好的。然后那个虫族来了，麻烦了。哦，神的枪，耶，嗯，哦，爽。干你啊！他有超多部队，靠背。哦，去谁？嘿 ，OK。哎，宠物枪哎。哎，干、欸、掉下去，宝贝！看你就摔死。哦，宝贝、哦，那陷阱杀，哎、欸，复活，复活，复活！还有个洞，他这个保护色，太巧了。哎呦！哎呦，干！对面也有，对面有虫族。那我回个讯息哦，等一下。然后有拿刀的，靠边。哪里？我看。过来。随便。有个金色。对面是射我。哪一只？死了吧！来了！哎，送了！正面硬刚，先来，等下就到对面。走，先到对面。哦，完了，好多靠背。哎、欸、干！我也死了，好毒！他直接散弹一发把我爆掉，右边超级毒。哎，散弹枪好痛。刚刚直接把我脑门开下去，我往下走了。喂！不要！啊，这里。哦，干火箭筒！哦，血！靠，我死了！哈哈
散弹枪还我、啊，这里有一把火箭。哎、欸，在哪里啊？你有捡到吗？没有啊。嗯、啊？有这里了。哦，飞出去。没有要捡。没有啊。干！靠北，吓死我！靠北，差点扁你。反方向走，这边这边。妈的妖姬号，开火箭筒。掉过来啊！你后面有一只，好抱一台妖姬。我靠，他坠毁在上面。看，妈的！太多了吧？这招杀这妖姬。哦，碎啦！哦，怎么了？你不舒服啊？啊！冲！干！哇，好可怕！这关也是蛮偷懒的嘛，整个地图反方向。不然当时哪有那么多资源可以用？别靠北！等一下，到这边。
去哪里啊？看一下，这边是出来的地方。看谁打我？这里应该是出去，绕一下。这里，这里。救救你自己吧！好，让我们搞定下一个脉冲产生器。啊，我是要去哪里？靠背。嗯。没有玩完哈。干干完蛋！哦，血。难开哦，哭了，超难开，来了，终于丢到了，妈的！看你，哦，血死掉了！妈的，我死了！你打不掉，你太我赢了，打！看我的。枪没搞我，我想办。死了、欸！哇，炸掉了！你怎么炸的？炸掉！手榴弹，丢一堆手榴弹。那怎么要往下？要往下走。反正就是往上次来的路走。反方向。上，耶！有柱号，那小手枪，来吧。哎哎，干！有手榴弹，干！小心！好飞啊！干！我才刚上去。鸡掰，你太慢了！赶快去捡，我先上来一点。看我剩一格血，杀小。妈的，有没有补包？没了没了，刚吃掉。干你老死！哎呦！靠北上墙，反弹到我们。嗯。哎呦！二代开始机枪就会过热，对不对？猎人右边。应该还没。我记得二代是可以这样连。还是三代？
可以停着走。但那停着走不会过热。啊，炫！炫！死了、哦。死了。那那个甩尾都可以用 RT， 等一下，啊，左边。要记号，要记号。七八三零。先，哎、欸，干，有王号。我先去抢要记号。上上上！靠背，我坐三小啊，坐坐台，智障。我一上去，妈！他把妖姬要推过来，把我撵过去。干嘛猎人要重打？我不打了，我直接去抢妖姬哦。先把两边两个精英打死，先把妖姬要打掉。干太忙了啦！我直接上飞机，我不管你。你死了？没死了，但博士还活着。最好文豪打到我了，妈的！哦，谢哦谢哦谢哦谢。我要把王后弄死了。我不行，我要死了，我要爆了，再见了。什么？还有一台王后是不是？王后被我打爆了。你打爆了、啊，嗯，永驻号的机枪才有伤害。我干！我要把你吸上来吗？我已经到了，在空中。那你看要不要先停车？我这已经快是不行了。我直接爆了！啊，我紧张，干室友。也爆掉了，最后一个爆掉，啊，又一堆虫蛛了，妈的！哎、欸、干，孙小怎么爆炸？为什么会爆炸？我死了！瞬间，应该是那个火箭筒贴我脸啊！啊，我好了！妈的，超瞬间的！对，这边有火箭筒。那枪皇后，这样可以了。宝贝，我没有护盾，我是跳出来杀死。啊！你后面，哦，是有敲死一只，居然敲的死。哎、欸，我找到，我这边火箭筒子弹丢在地上。给你的，好，走吧。真是他妈的杂碎！室友，帮我们换两台新的。我找到秋风之盾好了。它落在北面一千两百公里的地方。哎，没有啊，我怎么还是一滴血、啊？能量读数显示，它的融合反应炉仍然在运作。哎呦！
秋风之敦号的系统都有故障防护装置，没有舰长的授权，谁也不能解除。我们必须找到舰长或是他的神经植入物，才有办法启动融合核心引爆。还剩一个目标，让我们搞定这最后一个脉冲产生器。要跑，还有蓝药炮哎，还有一个在哪里？这里。这边是可以坐电梯上来，是不是啊？好像下面。可能有事。下面的应该没有敌人的。那个隧道是通往峡谷的另一段，我们要摧毁的最后一个脉冲产生器就在那边。上面太多东西，方便舒服。OK， 你老师嘞？里面有火箭筒，看你，真的是GG。这边还有一台，我去拿这台。那个是，哦，对，哎，这边还有一台。满血复活，我的武器麻烦还我。啊！被骗，就是他了，干！我在后面呢。妈的废物！摸他一点弹药。我的散弹枪去哪了？没有，狙狙，用火箭筒吧。啊靠呀！你吸到我了，我还没上车。我没上车，他妈的！啊！怎么了？你也哦，吸回来了。等一下吗？靠！我们妖精要不见了啦！妈的，智障哦！然后用走的，用走的。以前的火箭筒我真的是看不懂它是怎么操作的，好丑。好，给你开，我用走的。嗯，开炮了吗？哦，对哦，这边也用不了，没有。哎呦，线！从上过来。妈的，傻小！没了，没有什么人了，都死了。
靠，你完全没炸到。包哎、欸、你要掉下去了，小心靠背。门就没关，干！麻烦的地方，应该一直走到底差不多就结束了，还是我们还要飞上去干？这位叫最后一站。上去。哦，真的，超远。哇，他们很忙，那他们去忙吧。我靠，这边好多虫族哦！看我们要从哪边开始打？我们先打掉上面那一台，睡了。好，然后从左边慢慢绕过去吧。左边好，从左边慢慢打。这个石头应该过得去，可以从这边过得去。要卡住了啦。我们在上面先看一下，我们没有远程，我们没有远程作战能力了。大不了先炸那个机枪塔而已。来了，虫族来了！哎呦，我靠！好受伤，这么快！我靠，全部往这边过来！血了。来了，过去很多只过去了，我没有弹药了，不，我没有手榴弹，没有任何重武器。干，妈的，我有个北的呀！我看，我死了。哪里死了？看那个火箭筒会轰我脸。你怎么每次都被火箭筒轰脸？看，我怎么知道啊？你后面有三只。我自爆。妈的，火箭筒交出来干！没理我。这边都清空了。嗯，就都哎，都没，都没了。幽灵号。旧版的有在飘雪，新版的没有。这里火箭筒，这边用不上火箭筒。钢筋什么东西？哎呦，火箭筒！
哦，你爆了。对，他在我后面。哪里有妖姬号 ？AG 几岁哦？哎，火箭的死。对，靠边。好多人。哎呦，干两只。这边有。哦，这两只要拿火箭筒，还剩一只。他们复活会捡武器吗？不会。好像是断手就不会了，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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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地上都是火箭筒。哎呦，我要狙击枪。在我手上。哦，没有狙击枪。好，在我手上。哦，你拿。耶！呜！啊靠，这边没有幽灵号啊，不是没有妖姬号啊，还在往下。老板也车开走。干。这边没有幽灵。妖姬号，我刚往后看他，他要一定要被迫下车。再往前走看看喽。再往前走吧。哦、看好像看到了，不知道是什么。冲锋枪快没子弹。哦，六百。幽灵哦，看到了，妖姬号在最底。王号，千浪。王号看到我了 ，OK。两排，两排王号。我看一下，我绕过去什么？好，我帮你，我在后面 cover 你。看我这次打虫族没有用啊，狙击枪浪费子弹。狙击枪打虫族没有用，我刚才也打了。空档！哎呦，干他很会扭呢、欸，不是他扭得太快了吧，快爆了！我、哦、干！隐形的靠背，干！我被偷袭，可以的话就赶快坐上你的飞机。你死了、啊，有猎人。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啊！干，然后我剩一把狙击枪，打个毛线。啊！让我上去！哎、欸、耶！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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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赛道。我刚才是想要直接上机，但是猎人从后面直接打我。给你 surprise！ 他直接从后面堵我，那个没办法。那也是蛮靠北的。来不及反应。这是尸体吗？哦不，我的补包。干嘛的？我刚一换，好不容易一换枪，然后马上就一只隐形过来敲我，干！你要火箭筒还是散弹枪？我拿散弹。好，那我拿火箭。好悲哦，怎么剩45发？哦，你冲锋枪刚刚被我捡到。好悲哦。
一堆圣骑防卫，他妈小，我没子弹了。完全没有，一发都不给我。你们根本打不到，一个盾，哎呦，要死了，一个盾，靠边都没有子弹 ，shit， 好浪费。不是嘞、欸，那怎么打掉？烦死，太湿，我直接晕爆了。不行吧？不行吗？要满盾才能爆吗？干！好好好，再上一只。一只在上面。哎呦！好，我现在只剩……哎、欸，完全没子弹，两发都没有。两把都没子弹，太棒了！让我自杀，把打我一下，打我一下。你还不行，你先打我，我，哎、欸、啊，哎、欸，进动画，哦，好棒！我们找样交通工具，然后去找舰长。不，那样花太多时间了。你有更好的办法吗？有个片级整个 Halo 的远距传送网炸，引导者就是靠它才能行动那么快速。我们是要回去真理与和谐号。学会了怎么搭接进到网络系统。不幸的是，单是越境就必须耗费相当的能量。我感觉我一定不会喜欢这个东西。我可以从你的装备取得能量，不会造成能量护盾永久伤害。当然，我们只要试一次就好。动手吧。